感觉很有气势。Hello， 尖叫一下好吗？我们坐这儿吧，卡哥，我爱你，坐吧。这是要选座位吗？那怎么坐呀？这个，这，哇哇，要不我？我要不我们等他们进来以后吧。让他们先坐。对，让他们先坐，我们先在旁边这样站着。好的，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。哎，别的地儿都有鼓掌，怎么没有掌声？这次来能够跟大家这么多人一块还是第一次。要他不是大魔王吗？不是很厉害吗？想见识见识。欢迎上一届的大魔王。射箭的男子、女子也大魔王在我们组，然后其他项目基本上没有问题。哇塞，大魔王哎，大魔王在这里！101女孩，感觉好像回到了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，见到很多以前也一起比赛过的战友，就觉得很亲切。对，今天的重任就交给我们了啊，好不好？你俩几乎没啥用了。可以，我高举加油的旗帜，就让后面坐去吧。我们赛区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队友嘛。光魔王我们区就有三个，我们的战斗力是很强的。哎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撒一点，撒一点，撒一点，撒嘛，撒撒。哎呀，太不尊重人了！相声演员不是演员吗？为什么相声演员和小品演员在这个组？我抱你，美娜，你这么好看，你为什么在爆梗队啊？因为我在别的队可能会被淹没，你在这个队照样被淹没。但是我们队为什么看起来跟别的队不太一样？